那你明天就得休息。你是想休息还是想换？拜拜。你还一级学个 W 呢？哎，不长记性啊，这是，这是真是不长记性啊！哎，把药吃了，气急败坏了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还打呀？来，再打。哎，哎，哎呀，这波啊，这波有点小伤啊。哎，哎，哎，走了。兵线进塔了呀，进塔挺好。哎，摸一下，马上升我们啊！他二级学的啥呀？谢谢一单 Y 六，啥打野呀？螃蟹打野呀？看啥呀？你想让我？你想让我看什么？你都没药了，你还不回去啊？等升个三把他杀了吧。把他们也换上。这波塔下可以尝试击杀啊，很有可能这小子啊。现在该我了。锤，重锤开翼，晕死，很有可能这小子要 Q 闪，我们小心一点，要么把他秒了。要么呢就直接一闪，两种情况，回家了。先来个吸血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螃蟹真香，现在还能吃螃蟹吗？现在螃蟹还好吃不？是季节不？过季了，那就算了吧，那只能明年再吃了。他放口我们就直接就跳啊，他不放口我们就先近身跳上来，锤，重锤开翼，晕走。看他怎么办啊！我们一定要用自己的 Q 来躲诺手跟 Q 就行了，就记住这一点就可以了。哎，现在的洛克萨斯之手这么猛，比赛没人用吗？把他们也算上。谢谢严零四四二二。锤，重锤，锤开翼，晕，走，这波不能被拉。太笨了，
你忘了有一段时间了，那比赛场上全是落手，你好像不记得了呀。我这一看还有拿五杀的呢，锤重锤开E晕，锤锤重锤，你干啥呀，我都不杀你了。谁来了？螃蟹来了。哎，我一武器大师螃蟹敢来吗？我想问一下，他要是个别的英雄我可能还怕一怕，他一个小螃蟹我就两滴血他都过来他都打不死我。你咋的呀？我说了你是，你咋的你是？真敢来呀兄弟，这叫武器大师，你问问他敢来吗？我不克死他，他除非一个技能别让我放，要不然他必死。因为他的 W 技能那个突突突突突把我们不掉血，这是他主要的虚区手段。825不出个皮孩吗？皮孩出不出来，不让出。我点的神奇之靴，锤锤重锤开E晕，锤往他前面有锤，锤重锤死。吃塔皮，把他们也换上。把螃蟹拦打了，先把他蛤蟆打了吧。化身成为打野夹克斯，这波让螃蟹非常难受啊！我把他野区都给他清了。然后还把他的三郎也给他清了。跳下来锤重锤开一技能晕住锤，锤重锤上哪去，还让我过来。快点单吃啊，这螳螂要来吃塔皮了。能单吃几层是几层啊兄弟们，珍惜现在的时光。他给我，为什么要拉我？哎，别啊！有点疼啊。678-850，凑合地儿吧，还好啊。我先死就好了，我死的有点慢了。先死把他杀了，这样我们还值钱，还让他值钱。没想到吧，
哎，一开始这下路我记得给对面打的都不行了，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个样子了呢？我到了。365。算了，轮着妈不杀了。闪现都打不出来呀，给我打个闪现行不行啊，兄弟？有针眼吗？把下路塔皮都吃了，小心点轮着妈的狂风之力啊！差不多了，其实我觉得撤吧。回家出三下，仅仅只杀了一个破辅助，不开心呢、啊？别送啊，别死！你是值钱的啊！来，我们走过来。跳下来，锤重锤，开一技能晕锤锤，杀轮着吗？跳锤重锤，这泽拉斯咋那么讨厌呢？咋那么讨厌呢？真讨厌！哎，其实我一开始看我们家下路跟中路都还好啊，就突然之间就让人干到二塔了，那 ADC 就贼惨，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儿。我一开始眼瞅着那下路给对面打的都不成人样了，都那俺们家 ADC 可猛了。突然之间，俺们 ADC 一杠零杠四了。你还敢把 E 给用了？我是真是没想到，兄弟。跳眼儿啊！发生什么事了？这个怎么能没晕着呢？我人儿是在空中飞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！回家吧。哎呦我操，他被瞎当了，我都想不到，兄弟，他被瞎当了，又是一个被瞎当的，给我红，我要开始杀人了。给个活路吧，还他妈给个活路吧！给活路，给你红，你能赢？你要能赢，我给你活路行。你先说你能不能赢？你赢不了，你拿什么红呢？给你红，你能一打三呢？你这讨厌！严阵以待。
天哪！嗯，是觉得自己又行了是吧，兄弟？这是又行了，这是。你给我死！我跳上来。这波兰博没在呀，兰博呢？走吧，他们家人全来了，这不能再打了。这泽拉斯明显勾引我，我不去了。你说我杀这么多人啊，等级这么高，我拿个红，而且咱武器也没啥粘人的手段，拿个红 buff 我觉得很正常，是不很正常？你这他个螳螂，他又不是靠平 A 的英雄，你又不是说你像你啥，你是奥拉夫啊，你是乌迪尔，九头蛇也可以，九头蛇，我先出个死亡之舞吧，死亡之舞出完出九头蛇，把这泽拉斯给杀了。跑不了，跑不过我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哎，他跑得好快呀、啊！他怎么跑得这么快呀、啊？他，我405追不上他。可恶，可恶的泽拉斯！打个红的。哎，我主要我跳不到，我一定能跳到还行，这波人有点多可能啊，走。这露露，等等露露吧，我等露露，那泽拉斯不跑了吗？这不能等的。无所谓吧，那对面如果想发育，我就继续跟他们发育，我也不是一个怕发育的人。算了，这不能往上上啊。我回家死亡之舞。这明显这是有眼儿的。先回家死亡之舞，小龙啊，把他们也算上。以我们现在的装备，无论是先冲进去还是后冲进去，那都是无敌的，知道吧？随便冲进去。先小带一波线，他们如果要先干，那就先干，我是无所谓的。五个人集合我都不怕，可以打，我马上到。先把他落手给我杀了，来，兰博，
算了，逃跑吧。打龙。我这叫蟹手啊。可以打，来吧，大龙。打吧，这伤害够。螳螂扛一下。他有孤立，我这打得快。别让我扛，让我们扛，我们这伤害减一半。算了，不去了，回家了。回家，然后我们出点啥呢？我来聚酒。看招！呀，轮子吗？这一波你敢推线，我都没想到。不用一直给我套盾，整得我挺不好意思的，说实话。整得我挺不好意思的。怕死的呀！我这一看，你在我面前，你在我面前玩，你都得给我死！我跟你说，还在我面前尿尿，对着我脸尿啊！小伙子，拿下。